你把这个软甲带上，关键的时候它能救你一命。 多谢师父。春言，我走了。少林寺私藏侵犯。 巨匪作乱，本官奉圣上旨意，前来捉拿侵犯，速速交出徐子豪。此地并无此人，请大人明察。废话少说，要么交人，要么本官一把火烧了你的寺院。谁敢？自我朝太祖皇帝就对我少林寺礼遇有加，尔等有悖祖训，想祭天吗？ 好，既然这样，本官就不客气了。来人呐，给我杀！给我放火烧庄！ 方掌门，你回去，告诉王七狗贼，总有一天，我徐子豪会再次杀到京城，砍下他的狗头，还有你的狗头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走吧，快走吧。哎，戈尔勒。 你怎么追上来了？臭和尚，死胖子，想甩掉我？我又不是姓朱的那个傻丫头。那天你留信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你了，就猜到你会连夜走。哼，想走？没那么容易。哎，我错了，我错了啊！要是以后还敢甩掉我，小心耳朵。哎，你别闹了，我问你们，热情呢？我们就光顾着自己连夜来堵你们了。 懒得管他们，哎，没准儿他还在茅屋里等着你呢。嗯，他在茅屋等不到我，应该就会回京城了。
这样也好，他回京城会比较安全。嗯，那好吧，我们走吧。正好我也想去见识见识倭寇的本事。好吧，带着你们，走吧，走。哎，干什么？哎。 今日倭寇横行，众卿家可有对策？王琦，你说怎么办？禀皇上，老奴也为这件事情担心不已。兵部左侍郎杜献公虽然实战经验不足。 但他过去一直跟徐超还有吴天立、操持边务，对倭寇的事情比较熟悉。我想让他去浙江当监军御史，一定可以战胜那些倭寇。是啊，对，我觉得杜大人最合适。是，千岁说的有道理啊！有道理，千岁说的有理啊！好吧，杜献公，微臣在。 微臣参见吾皇。关于倭寇之事，你可熟悉？臣确实辅佐过徐超将军、吴天立大人。二位大人过世之后，臣准备卸甲归田。朕看你没多老，怎会不想再为大明分忧呢？微臣不敢。 微臣一心为了大明，从不敢有一丝懈怠。好吧，那朕就封杜献公为浙江监军御史，行将军令，即日赴台州，负责平乱之事。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又跪着干什么？千岁，卑职又让学子豪那小子给跑了。什么？他从少林寺逃走了？是，不过千岁，这小子学会了一门绝技，一苇渡江。卑职眼睁睁地看着他溜走，却无计可施。没理由啊。 我已经将他的经脉打断，怎么还能够习武呢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难道他学了少林寺的《易筋经》？上次他趁我不备偷袭了我。如果他胆敢再次来京城，我一定要让他插翅难逃。是。对了，你说他会躲到哪儿去呢？卑职愚笨。 你知道笨就好。哼，天下虽大，如今却没有徐子豪藏身之处。以我的判断，他很有可能在东南沿海打那些倭寇。哼，这样吧，你现在到台州去，告诉徐祥和，一旦发现徐子豪，杀无赦。是。嗯，还有啊，杜献公这个傻子，他真的以为我在皇上面前推荐他做什么将军？ 他其实就是个戴罪羔羊，就让那个姓杜的葬身台州府吧。千岁，还有一件事，达达大师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，在哪里？依卑职看，他好像快不行了，想要见见千岁。抬进来，是，抬进来。 千岁，小人回来了，请恕小人不能行礼。哼，搞成这样才舍得回来啊，在外面潇洒过得不错呀，啊！小人知错了，这次行动失败，都是因为徐子豪。刚开始，小人不知道徐子豪是千岁要杀的人，小人。
回到京城，看到通缉令，才知道春燕和尚就是徐子豪，请求千岁赐我解药，让我去杀了他。解药？我再给你解药，你不得跑到天边去呀！啊！小人不敢。 千岁对小人同在奏，小人一定报效千岁。哼，好了。嗯。啊。 解药服了以后，永不会再犯吗？哼！你试试看，再跑一次呀，到时候你不就知道了吗？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！你来了。 春燕已经离开了少林寺，临走还引开了亡妻的鹰犬，使少林寺避过一劫。他真是个好孩子啊！那实在太好了。这里没什么事了，你准备回京城？我跟公主准备去找子豪。嗯嗯。子豪要去沿海一带抗击倭寇，我和公主也准备去沿海一带。好。 那你要保护好公主和你自己啊！我先走了。哎，这一别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。当年，当年你音讯全无，我以为你已经……哎，过去的那些事，就不要再提了。 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陪公主去找纯言吧。那我走了。 装扮，不是东西厂，就是巡检司，你找死你！这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狗东西，巡检司的路你都敢挡？滚开！是。 徐祥和呢？知府大人正在外地巡视民情。胡说八道！谁不知道徐祥和沉迷于酒色和豪赌？他会出城巡视民情？说，小人真的是不知道。我们巡检司对朝廷重臣都有先斩后奏之权。 更何况你区区一介草民，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说，咱
在牡丹楼。哎呀，真漂亮！来亲一个啊。哎呦，大人，您找哪位姑娘啊？哎呦，大人，找死！你可知道本官是何身份？哼，你不就是巡监司的人吗？那你可知道当了巡检司办案是何下场？不管你是什么下场，但我告诉你，这儿是台州而不是京城，别在我面前充老大。你吵什么呢？怎么回事啊？韦大人，巡监司。哼，哎呦，哎呀，不知方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啊。曲祥和曲大人，你好大的排场啊，区区一个台州知府的侍卫竟然敢拦本官的路。哎呦，知府里当差的没见过什么场面，方大人多多包涵啊。来啊，快见过方大人。方大人，得罪了。哼，方大人，要不我们回县衙说话？哎，走走走走。哎，我看就在那儿吧。哎呀，方大人，方大人，哎呀，方大人。方大人请坐啊。你还坐在这儿啊？啊，出去出去，穿好鞋赶紧出去。这老鸨呢？你看着。屈大人不必再演戏了，如此看来屈大人果然是公务繁忙啊。哎呀，这请笑纳，笑纳。来来来，方大人。千岁大人的书信。千岁面前多多替小人美言几句。哼，不必送了，着手安排千岁交代的事宜即可。恕不远送。方大人，请慢走。大人，
受气了。哼，这个王启，上次说让我不要太为难小子，这次又让那个姓方的带信来说我治理台州不利，你说他到底要让我干什么呀？大人，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小的办理的话，您尽管吩咐。原来是你，令牌。千岁说，你在台州隐藏多年，是到了该启用你的时候了。巡检司周大力在此，请问千岁有何吩咐？听我指挥。啊，白天多有得罪，为了隐藏身份，还望大人海涵。你做得很好，千岁口谕是关于一个叫徐子豪的侵犯。见到此人杀无赦，听明白了没有？然后你就可以提他的脑袋去向千岁请功了。属下明白。千岁大人，准备好了吗？一切准备妥当，就等出发。你们务必要将朝廷给杜献公的军饷安全地押到台州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是。这次你出去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，我给你准备了解药。你别以为有了解药你就可以不用回来了，你要知道不回来的话结果会如何。哦，小僧不敢，小僧不敢。请千岁大人放心，小僧一定力保这批军饷安全送到当地驻军手里。好。谢千岁大人。方长官那边有没有消息传回来？回千岁，已经收到方大人的飞鸽传书。他已完成任务，正在回京的路上。好，去办吧。是。豹哥，现在东南沿海正是倭寇肆虐的时候，我们去会不会遇到更大的麻烦？我们现在北上不行，只能南下。虽然一时半会儿杀不了王七，但是能顺便杀几个倭寇，也算不忘复仇，聊以慰藉。对了，浩哥，你说若琴现在到京城了吗？算算时间，应该差不多到了。走吧。走。不对不对。这边。你怎么了？嬷嬷，我的脚太疼了，我都不知道我的脚踏在哪儿了。我觉得我一步也不能再走了。子豪哥哥这个大坏蛋，他想把我这个跟屁虫给扔下，他以为我找不到他们，找不到他们我怎么收拾他？公主，都是我不好，你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我们走了这么多的路。你脚又疼，咱们歇会儿再走啊。不好，我追不到他，我怎么收拾他？我拿走。刚看了一下，应该是这条路。公主，你不是脚疼吗？慢点儿，慢点儿。轻举妄动，这小子的功夫了不得，你我二人不是他的对手。那你说怎么办？
悄悄地冲进去，给他来个措手不及，然后把他绑了交给千岁，说不定千岁一高兴，咱们什么都不用愁了。好主意。嗯，对对对对对，玩游戏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哦，你是不是想玩把人绑起来打的游戏啊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是吧？来来来，好，那这样我打你们。不，是我们打你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刀枪不入，你打我没用。我不信啊！我不信，就玩这个，敢不敢？好好好。不过待会儿我也要打你啊。哎，不打他打他。嗯，先玩这个。来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你呀！走！牢门开了，我是不是可以去找我爹跟姑姑啊？我可以回家了，我可以回家了，我可以回家了。这些人不知道是不是王杰的手下，不如先将他们抓住再慢慢问。是这个玩意儿救了我，这个软甲还真有用。
你没事吧？说吧，是不是王琦派你们来的？王琦，王琦是谁啊？大胆狗贼，快说！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说的王琦是谁啊？那你为什么要跟踪我们，还攻击我们？我，快说！我是看上你们身上的钱财了。你还敢撒谎是吗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和我兄弟在这儿候了3天了，你们几个是我们护道的唯一的肥羊。还说不是王琦派你们来的，你脚上的鞋只有明君才有。说。好，既然你们都看出来了，那我也就不瞒你们了。我和我的兄弟本来是在知府屈祥和屈大人手下办事的，可是最近战事连连，明军溃败，如果我们再留在台州的话，迟早会变成那些倭寇的刀下之鬼，所以我和我的兄弟才选择做了逃兵。本来想在这儿弄点盘缠再北上，可是没想到遇上了你们几位好汉。我刚才跟你交手，发现你的功夫不差，你为什么不把功夫用在杀倭寇的身上呢？哎呀，是我和我的兄弟也不是没有血性之人，我们也杀过倭寇，可是那些倭寇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再说我们明军腐败，溃不成军，我们实在是打不过那些倭寇，所以我和我的兄弟才选择做了逃兵的。嬷嬷，把他放了吧。放了他？万一这个家伙说的都是假话呢？不准放。他们也是报国无门，并不是什么坏人。我放了你可以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。那你是要我做什么呀？回去继续给屈祥和大人办事，你相信我们，等我们到了以后一定会打败倭寇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好，我周大力就听你一回。周大力，希望日后在抗击倭寇的战场上能和你并肩作战。好，也希望你们能真的打败那些倭寇。各位，告辞了。不会有期。走吧。丢下我！一路追你，干什么呀你？知不知道很危险？还真死，还真死！好了，有什么危险啊？我一个人能搞定，有什么危险？公主，其实那几个功夫很差的。就除了当头的那个稍微好一点。对啊，嬷嬷说的对，我刚才啊打着打着就发现了，所以我就想啊先让他们伤了我，然后呢我再炸死，最后呢我再反制他，结果没想到你们就出现了。结果没想到我们就来了啊！如果不是我们来了，如果不是嬷嬷救了你，你现在已经真的死了。你是怎么想的？跟这几个人跑到东南，你不想活了？好了，够了。哼，不过我还真没想到你们会来，我还以为你们回皇宫了呢。我本来是想回去的，可是我仔细想了想，我实在舍不得你。现在我找到你了，哎呀，你就再也不想甩掉我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别闹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带着吧，带着吧。有了范嬷嬷，咱们谁也不怕。范嬷嬷她能看好那个惹事精的公主就不错了。跟屁虫！刚才是谁救了你们？闭嘴吧。若晴，算了，你听我说，你还是回皇宫吧。你跟着我很危险的，路上杀手又多。皇宫，皇宫更危险。皇宫有谁啊？皇宫有王琦。跟着你才安全，你可以保护我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真的把我扔下，我也不回皇宫了，我一个人去闯荡江湖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他可是说到做到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跟屁虫，走了。哎，走了走了走吧。走。
跪下！跪下！哎呀！我问你们，侄儿是怎么逃出去的？小的发现，侄儿在墙角挖洞，准备越狱。本来我们想把侄儿绑了，前来禀告他，可是谁知道侄儿天生神力，打晕了小的。千岁息怒，小的罪该万死，小的罪该万死啊！还请千岁饶了我的狗命。你们一会儿说罪该万死，一会儿又说饶你狗命，你让我很为难呐。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。既然你都说该死了。那我也只有成全你们俩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拖出去！是。之二这个人疯疯癫癫的，不按正常人思维逻辑行事，想找到他很难。不如就当没见过他，这事情就算了。哼，我看你们这帮东洋人在少林寺找什么经书。哎，我们就在这家客栈歇息歇息吧。好，哎，走，哥儿的。这。来来来，喝点水。哎，公主，我的呢？哦，来来来，你也有。好了，听我说，你们先在这里歇息，我和青铜出去逛一逛。青铜啊，啊！看来我们遇到老熟人了。这不是道臣吗？怎么还穿着军服啊？他不会和王琦有关系吧？走，我们跟过去看看，他在搞什么鬼。把军饷搬到县衙里。是，你们几个过来。来，走。是是。你们先回客栈等我。是是。走。东洋人。难道是倭寇？这个家伙不但是王琦的人，还勾结倭寇。老哥，走过去杀了他。我们先不忙杀他，我们先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。军饷。
真相，怎么就派这几个人把守啊？我想，这正是道琛他们的阴谋。这些军饷，表面上是送来抗击倭寇的，但是拨饷的人是王琦，他故意把这些军饷送到这么小的县衙来，好让倭寇来打劫。